山景就是漂亮。来到这里心旷神怡哦，这里最适合初学者拖的露营车来这里训练技术哦，很棒哦，可以转 一大圈哦，都没车啊。下次有机会来办一下在这里体验拖车，新接触哦，啊，两边的路，啊，好啦，又有钓客了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哇，这个山包覆着，哇，再来看一下看一下，啊，钓客在准备了，钓客在准备了，哦哟，已经在钓了，已经在钓了，已经在钓了，哎，下来看一下，下来看一下，来来来，钓客在那里。看到吗？啊，钓哥在钓鱼了。这么漂亮的地方不来，真的可惜啊！哎，啊，这个这也是最好的钓点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最好的钓点，这个位置哈。把它想象哦，拖个露营车在里面休息，哎，热了就休息，适合的时间就下来钓一下，啊，钓到就现烤现料理，这种感觉就对了哈。哎，分享给各位哈。哦，泰国人来了，泰国人来了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钓鱼了。